好啦，咁啊，讲翻琴晚嘅欧联赛事嘅赛后评啦，咁啊，先讲咧就系巴黎对住拜仁嘅赛事啦。咁赛前嘅预测都讲过啦，若果有尼马踢反击咧，巴黎就赢咗七成噶啦。咁啊，计埋咧就系琴日嘅皇家马德里估中啦，同埋我都话车路士嘅胜率高少少啊嘛。咁所以严格嚟讲，三场嘅赛事咧我都估中晒噶啦吓。好啦，今日咧系巴黎嘅阵容，当然就系4-3-3啦。咁前面麦帕比、卡云尼同尼马。咁另外咧就系拜仁慕尼黑咧就用咗一个叫4-3-1-2啊。嗱，理论上咧就好似都想咧就系稳守反击。咁但系前面嘅三个进攻点嚟讲啦吓，詹姆斯洛迪古斯可以话系超级连结人啦，但系始终托马士梅拿同埋利云道夫斯基嘅速度咧真系唔可以打反击噶啦。而调翻转头啦，巴黎虽然冇超级连结人，但系佢哋嘅速度咧系够晒玩噶。好啦，比赛咧就好快打开纪录嘅，咁系点样打开纪录嘅咧？咁就系两分钟嘅时候啦吓。嗱，拜仁慕尼黑咧就系后场猜波，始终都系冇办法咧系搣得甩嗰铺人，就系后场猜波咧系再慢慢做上去啊。咁啊，结果咧，托马士梅拿同埋金美治咧就护传嘅时候失咗，咁个波咧就系落翻喺巴黎嘅前场嗰度咧就有个攻势，但其实咧都叫做缓慢咗落嚟嘅，个波咧去到尼马嗰度已经咧系变成咗主攻啦。嗱，其实主攻嚟讲咧，巴黎就唔系话咁叻啫，咁但系首先有问题嘅就系拜仁嗰方面嘅防守，咁呢个咧就系艾简达华好鲁莽落脚啦。其实呢一下咧就最关键嘅，因为你落咗脚啦，失咗位，尼马咧一样就过咗之后就去到尼马佢最中意嘅位置，就系好接近禁区嘅位置啊。而去到呢一刻啦，所有嘅防守中场球员咧都过分收缩啊，过分咧就系将个集中力放晒喺十号仔嘅尼马身上，引致到咧系冇人睇，从后杀上嚟嘅系丹尼尔艾华斯呢个右后卫。咁加上咧，其实条后防线咧都有过分收缩嘅情况嘅，结果咧成条右路嘅走廊咧系空空如也。咁啊，丹尼艾华斯啊，梗系跑入嚟噶啦，咁尼马啊，梗系俾到佢噶啦。好啦，喺呢一刻嘅时候咧，其实丹尼艾华斯咁空咧，可能一啲进攻球员咧都有少少责任，例如詹士啊，其实都应该咧系要洞悉到咧系追翻下一啲咧就系从后杀上嚟嘅后卫噶嘛。呢一個係丹尼艾華斯射嘅波咧，就唔係話十分靚啫，當然入咗啦。咁但係若果咧佢係射唔入彈翻出嚟嘅時候，都會見得到咧，就係有兩個藍色衫嘅球員咧係準備執雞嘅。點解會咁呢？其實拜仁嘅後防線係夠人噶喎，因為咧丹尼艾華斯射波嘅時候，所有嘅係拜仁慕尼黑後防咧都衝曬落去個龍門前面，諗住護空門啊，咁你咪甩晒所有嘅係巴黎聖日耳門進攻球員咯。嗱，呢一點咧都係問題嚟嘅，係個意識嘅問題。其實應該一兩個咧就埋去護空門咧，留翻啲人去睇翻啲進攻球員嘅。咁結果咧整個防守上邊，無論係呢個防守區域啦，同埋防守概念意識咧，都出曬事啦嚇。咁結果咧就釀成咗第一個災難發生，就係巴黎好早階段入波咯。而其實去到最高水平嘅賽事嚟睇啦嚇，咁就見到啲細緻度噶啦。拜仁始終真係冇好好咧，就盡快完結攻勢，或者將個波送上前面，要由後場猜波咧，亦都係呢一球波咧係釀成嘅原因嚟嘅。好啦，拜仁咧就其實都冇刻意繼續打反擊啦。咁當然啦，就係因為佢哋根本咧就係冇實力反擊啦，冇速度啦。第二咧就係佢哋根本就唔習慣咁樣做啦。咁啊講到主攻嚟講咧，佢哋今日又冇呢個咧係綠葉分子喎。咁所以一如我就係之前所講咧，拜仁根本就一隊大笨象球隊，完全冇辦法轉身，冇兩套戰術，淨係可以死去做主攻嘅啫。咁結果啦，最有威脅嘅方法咧，都係憑藉住啲角球㗎。嗱，呢一球波咧，去到11分鐘嘅時候睇到咧，都應該係有練過下。咁個波故意咧係斬過咧係好低嘅，係一啲彈地波啦，落到去近處嘅位置。咁啊，其實托馬士梅拿咧就係攝上嚟射㗎，冇人 mark 㗎喎。咁相信有練過啦，否則唔會咧就係咁純熟㗎嚇。咁啊，拜仁嘅呢一下射波咧，其實係入得㗎喎嚇。咁不過咧就做唔到啦。其實佢哋往往都可以憑藉住準備咧去做到一啲入球出嚟啦嚇，賽前嘅準備啦、練習啦，咁但係今次就唔夠運啦，冇射中個龍門。
不過講到咧就係巴黎嘅主守問題啦，其實防守球員嘅係洞悉能力咧都唔係話好頂尖啊，尤其是係左後衞嘅呢個古沙華啦嚇。咁好多時咧都係做得唔夠徹底，例如咧就係啲封阻啊、追人啊、解圍嘅力度啊、角度啊呢啲都唔係話做得咁細緻嘅啫嚇。咁所以咧有陣時拜仁咧都可以試下用啲普通嘅短傳咧去組織到啲攻勢或者射到波啦。咁呢件事對呢個巴黎嚟講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若果巴黎咧係想繼續進級嘅話咧，佢哋嘅防守一定要盡快提升啦。好啦，去到21分鐘嘅時候啦，咁我哋見得到咧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巴黎嘅防守咧就係對方咧就係呢個係拜仁慕尼黑明買明買斬波啦，咁都係兩個中路手將中間係漏咗咧利雲道俾佢頂到個波噶。咁去到咧就係22分鐘嘅時候啦，咁啊立刻咧就係見得到咧巴黎打個反擊上去嘅。咁今次咧就係呢個卡雲尼咧就俾到個靚嘅直線揾到尼馬喎，可惜尼馬咧就推甩咗腳。咁呢下其實係點解會釀成嘅咧？就係金美字母好好留翻喺右邊嘅位置啊，而佢喺中路嘅時候想犯規，咁啊犯咗規咁，但係個波都依然俾人哋踢咗上去，咁佢自己攞黃牌啊，完全咧就係蝕底曬嘅。去到26分鐘啦，拜仁始終咧都係避唔開不斷俾人打反擊，咁今次就輪到咧就係麥帕比嘅嗰一邊右手邊咯喎。嗱，今次咧佢大步推離中路嘅位置，咁啊三打二噶啦，咁啊選擇咧就係俾右手邊嘅係烏拉圭前鋒卡雲尼，咁其實選擇正確噶，因為左邊嘅尼馬咧就唔係話位置咁靚嘅。咁但係卡雲尼嘅呢一個控球啦，同埋佢推個波咧都唔係好順啊，咁啊直接影響咗佢射門嘅質量，而其實咧。佢控球能力差咧，亦都咧就係喪失咗唔少嘅反擊機會嘅呢場賽事裏面啊。好啦，30分鐘啦，拜仁慕尼黑咧就試下做中短期嘅進攻啦。咁啊，艾簡達華送過咧就係長距離嘅直線揾到托馬士梅拿，而其實真係創造咗個機會咧，係俾禁區頂射波嘅係波蘭前鋒利雲道夫斯基啊。好可惜咧，佢射波軟弱無力啦。嗱，其實咧中短期嘅進攻同埋反擊咧係好需要個人能力嘅。咁但係拜仁慕尼黑嗰一邊啦，因為佢哋踢開主攻啊，而主攻咧其實就唔太需要個人能力啦，咁所以佢哋真係唔係好慣做呢一味嘢噶。好啦，31分鐘嘅時候啦，講到個人能力咧，巴黎嗰邊就勁啦嚇，咁所以啦，巴黎咧又憑借住中短期嘅進攻咧，係再下一城啦。嗱，丹尼艾華斯送個靚嘅係長距離直線咧，揾到法國仔啊，麥帕比咧就右邊咧就係衝入去嘅。嗱，佢嘅個人能力咧就包括速度好快啦，咁所以可以咧就壓咗個禁區裏邊啊。咁佢都叫幾醒目嘅嚇，保護翻個波。咁啊，以一敵二嘅情況底喺禁區裏邊咧就回翻個波俾後上咧就係衝上嚟嘅係卡雲尼嚟個射門喎。嗱，第一時間射波咧，卡雲尼有難度做得到的，咁亦都係佢個人能力嘅係表現啦，咁所以咧巴黎咧佢好適合踢反擊或者中短期進攻，咁呢下咧亦都係射到掛網波咧，就開到2-0啦。反擊咧往往都係唔太需要主攻嘅嗰一隻整體意識，不過就真係好需要咧係個人能力啦，咁所以我都講過啦，反擊咧就係既簡單但係又高難度嘅。好啦，去到咧就係36分鐘啦，一個咧就中短期嘅進攻啦，又完全表現咗啲個人能力出嚟啦。咁今次咧就麥帕比話過就過，咁傳中入嚟咧就揾到尼馬。嗱，尼馬呢下好犀利啊，用隻後腳咧就係做個支點，回後揾到空勢卡雲尼。嗱，卡雲尼用隻左腳第一時間射得好鬼差，而其實喺呢一刻咧，卡雲尼係唔需要第一時間射嘅喎，佢有曬時間空間可以攞落嚟再慢慢諗嘅喎。咁當然啦，卡雲尼就係唔冷靜嘅人嚟噶嘛。好啦，上半場差唔多完咯喎，咁啊拜仁咧嘅反撲嘅能力咧都係主攻啦，咁涉及好多嘅明埋高空波、中高難度動作冇乜用嘅。下半場嚟講啦，換人嘅，咁但係換高文入嚟咧，不過咧就拎起咗具創作力嘅詹士，咁都係冇乜主攻力嘅啫。咁啊攻勢嚟講咧，繼續中高難度明埋啊、遠射啊、窄角度射咁咯，冇乜用噶啦。咁啊，結果咧去到50分鐘嘅時候咧，最有威脅嘅都係角球噶。咁今次真係頂贏咗噶啦。咁但係咧，又俾呢個泰阿高斯華咧，就係護到空門啦。咁防守球員嚟講咧，巴黎最好嘅當然就係呢個隊長啦。咁啊，隨即咧嚟個反擊喎，咁啊2-2噶啦。咁今次咧就係接應到麥帕比而射波嘅尼馬，今次射波嘅水準咧就比較差一啲喎
去到咧就53分鐘嘅時候啦，拜仁慕尼喺後場又差失波啊！今次尼馬咧就大步推上去嘅，佢自己射，射唔中龍門，咁大家都知噶啦，佢好心急要開債啊！咁啊，結果啦，去到62分鐘都得償所願嘅。嗱，今次又係反擊嚟噶，咁啊，今次好嘢嘅地方咧就係丹尼艾華斯一支箭衝上去啦，一啲有經驗嘅係後防球員嚟講啦，咁啊，若果咧 keep 到個體能咧，喺個賽事嘅尾段或者咧係中尾段嘅時間咧，突然之間爆一段咧。是都是非常之犀利和有经验的表现啦。咁今次右手边一路爆上嚟，结果找到咧就麦帕比啦，麦帕比呢下假动作啊好嘢，完全压晒对手啦。咁跟住咧仲俾佢咧就系推入去禁区更加深入嘅小禁区位置嗰度。咁但系佢传中咧其实就冇人接应嘅。咁不过咧拜仁慕尼黑嘅后防咧不断咧就系冲翻嚟，咁所以好容易失位啦。结果个波咧都好容易跌翻落去尼马嗰度，终于开斋咯。咁賽事去到3-0之後咧，其實個可觀性同埋參考價值都唔大啦，變咗 rubbish time 啦嚇。好啦，去到最後咧，要總結翻場賽事，當然都係嗰句啦嚇。巴黎咧就係反擊好勁，但係都要提升翻嗰個咧就係主守嘅能力啊。咁調翻轉頭啦，今日嘅賽事就完全暴露曬拜仁慕尼黑佢哋嘅係問題啦。而呢啲問題其實係應該喺呢個轉會市場度就要解決，就係冇綠葉嘅問題。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安察洛提冇咁樣去解決過個問題，結果咧其實嚟到今天有嗰個問題出現啦，最大嘅責任咧都好可能係安察洛提喎。咁你話係咪炒咧？嗱，其實講真，去到季中如果真係冇乜起色嘅話咧，炒嘅機會咧係大，而且係有理由嘅。咁去到季中嗰個咧，拜仁嘅係進步會唔會係明顯呢？我都可以答你，其實係冇得明顯㗎啦，因為咧呢個係高民嗰個整體意識唔可以上啦，因為即係整體意識唔係話咁容易可以提升嘅。咁另外洛賓同列貝利一定係一個月比一個月差㗎啦。咁你話啦，可以點樣進步咧？呢個拜仁慕尼黑係咪？咁所以咧，安察洛提或者呢一季裏邊可能真係俾人炒嘅機會係越嚟越大㗎啦嚇。好啦，多謝大家收睇今日賽後評啊！如果大家中意我的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若果大家想鼓勵小弟嘅，可以咧喺睇我嘅片嘅之前，若果 YouTube 係插咗個廣告入去，請你播曬佢就 OK 噶啦嚇。咁之後咧，當然仲會有馬體會同車路士嘅賽後評嘅。